好，那接下来最重要的话题来了。今天中午我一到成都，看到第一个微博热搜就是你的小学同学和他拍戏，他那个朋友吓死了，没那么，我说我每次都逗他，有的时候买个没来，我就说哎，买个今天来探班，他哪儿呢？然后我经常就逗他，因为真的都是很好很好的朋友。不过也挺好的，能看得出来买哥真的是很关心这样的事情。那之后就是买哥还会去片场去探班吗？现在去片场探班的这个频率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？我今天已经跟他布置了最新的任务，因为我马上就要去剧组拍戏了。然后今天我就跟买哥说，我说买哥，你一周至少要在剧组陪我两天。我主要这个是很好，主要是去探班，探班。你知道吗？明白，这个手势我们能了解什么意思，不用太多解释。就是我知道男一是谁。